早安，现在是早上4点钟，我要起床，开启我新的一天呐、我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喝一杯温开水。这个盆儿是我们家祖传下来，由我妈妈不远万里漂洋过海，跨过半个太平洋来到我们家的。然后我会对着镜子说：“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气质的宝妈。”最有气质的宝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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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有气质的宝妈。我的护肤手法全靠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深厚文化底蕴传承而得。你瞧我，我真棒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医美，我每天刮痧，还有梳头10000下。鼻孔都大了。这是我给家人做的早餐：椰香鲜奶洗花膏，高纤维燕麦土豆浓汤，慢煮鸡胸肉。这是我每天要读的书，如何说孩子才会听，怎么听孩子才肯说。 The Great American West。 我每天要读100本，学会自律，我们才会更强大，我们的大脑才会更聪明。我自愈了，我开智慧了，我今天不焦虑啦。什么都会辜负你，唯有健身不会辜负你。我每天要健身5小时，然后我已经健身了5年了。自己说出来都不相信。你看我劈的叉多直啊！